我觉得小城市的舒服的生活，我作为一个18岁要备战高考的少年，我简直无法想象。咱们军人之刃也把球拍叫做悦动，对吧？然后这个地方也叫襄阳悦动体育中心，这里有羽毛球，有乒乓球，还有篮球，还有健身。最重要的是咱们的视力已经参透过来，来往后看，咱们的不试不比不买45天无理由球拍已经到了这里，大家尽管试打，不要因为我今年高考而不给我面子，帮我节约钱，这个你不需要，所有的耗损都由我们公司来承担。同时来看过来，这个地方它不光地段好，位置好，有我们强无敌底线加持，有我的大师兄湖北队的优秀运动员曹阳在这里去给大家来进行一个专业的羽毛培训。如果襄阳有8个冠军，那我师兄一个人独占6席，而且现在在这边培训是有活动的，19.9元有2次体验课，如果你有兴趣带上你的孩子来左下角吧。强无敌、李信、优秀的场馆和优秀教练都在等你。